好，我今天要跟观众呢，看看我的家。好，我们就先去我的家。等一下哦，那我先把我的一个。到了、哦，这么快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直接下去喽，好恐怖哦！啊，这是我上去的地方。Hello， 哇塞，太帅了吧！哇，好漂亮哦，我的油哎！这里就是我采矿的地方。可以很简陋阶梯啊！你说这里也是一个采矿的地方？对，你说对了，就这样。自己可以剪接一下啊。啊，还有。还有这里也是我采矿的地方，很漂亮吧？超美的。哦，剪接可以吗？我破掉木纹。好了，很漂亮吧？但是呢，如果你要上去的话呢，我会跑好几个路没，要走超远超远的路，记得还要有一些通车。跟你们讲哦，如果你有这大大的赞的话呢，明天就会交到女朋友。记得在留言的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吃哪一样哦。记得在下面留言你最喜欢是谁，然后如果你有点大赞的话，你就会有他哦。